国宝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剑与远征》哦，然后终于可以突破240级了。这个账号是目前是无氪哦，那个手厨还在吗？无氪。然后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玩的，伺服器241，是什么时候开的？好，不管了，应该也玩蛮久的，然后版本号是在这边嘛。哦，然后要突破240级的话，就要首先你要弄出五只神话，是神话吧？对，神话，这个星星不用管它。最低标准要五只神话，然后它就会跳算剧情吗？还是教学？跟你讲，你的共鸣水晶可以升级了。我那个画面没办法提供，我已经把它按掉了。然后之后再把你的水晶这条等级灌满了，那可以升级了。我会升241。哇，飙到265，265可能还要有什么条件才能继续升吗？继续加能量被按着。它满了，我的紫色这个层又不够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升到241。OK，然后无氪嘛，所以商店的这些东西蛮好用的，也不用依赖那个抽卡片。道具商店，这款是不是其实不用氪也可以练满啊？只是时间要超久了。好吧，那大概就这样啦、啊。